德鲁小兵每次撞到我都一级连体，我一看就知道一级连体。他撞到我要么带小明，要么带太乙一级连体，十局有十局都是这样。你这把感觉不能出专精，后边得卖了。卖不动，感觉木兰的恰草盾啊，猴子去看一下。有点难打呀，兄弟，这三枪带个太乙经济太高了，牛逼，这波蓝就可以打，我们有刘邦。传我传我刘邦传我传我传我，下下下下下下，打好一点，中路有两波线，一波了。不用硬扛，不用硬扛，不用硬扛，一波。我操，直接上两把分啊！吃第一的分，我又上一把分，相当于我这把上两把分，再撞两把直接第一。想拿下第一就只能一直撞卢小明，要么被他拉开差距，要么直接超过。这把猴子玩的确实可以啊，这猴子一直开节奏。